紫薯家族，学长，我这学期在新的一学期就被二一的学妹，以及为了学妹而被二一的学长，经过了一个暑假，两人终于赚到足够的学费，又能快乐的回到校园生活，也就这样迎来新的一学年。欢迎各位学弟妹，现在开始分配大家的学长姐。那么，请听到，紫薇啊，紫薇学妹在吗？这边。怎么又是紫薯？难道我是被诅咒的吗？是谁坏的？你们难道都不觉得奇怪吗？这里可是有两个紫心地瓜混入我们人类之中啊！学妹，紫薇学妹她是第一名考进来的学霸哎！我原本不想进来读资管系的啦，我只是单纯填错科系了，明年我就会转学了。这样啊，对了，她是你学姐哦，只是她被二一，所以跟你一样是大一。你们之后可以互相照应哎。既然都是大一，就不能称作是学姐吧？我是不会认她的哦。可恶的，这臭番薯！各位学弟妹，欢迎参加我们的第28届迎新。等一下就是午饭时间，所以我们要来挑战控油料理，大家一起来准备食材吧。哦，在准备的过程中，大家也一起来学习我们的戏歌吧。Hello world， 是我认识你的第一天，却不知道能不能和你一起毕业。我知道，学长，为什么大家都只要准备食材，我们却要在这边建造控油的油啊？学长，我对不起你们，因为我在系上是边缘人，只能分配到劳动组的。没关系，学长，等腰建好，大家一定会对我们刮目相看的。学妹，你翻包包要翻到什么时候啊？我找不到我的眉粉，没有补眉毛，我会没有安全感呢。嘿，真是的。拿去，还好我随身都有带眉粉，吃鸡排不可以少啊。谢谢。补完就过来帮忙啊！好了，等等柴烧了就可以放食物了。哎呀，太棒了！多亏学妹想到把理科知识用在上面，我们才能顺利完成。没有了，我也想不到有一天课本教的热对流真的可以派上用场。发簪，那是我妈送我的幸运小物，一定是掉进刚刚的土堆里了。学妹，你不要担心，交给我。学妹拿去，下次要小心一点哦。学长，你好香。喜欢影片的话，也请按赞加订阅哦。新贴图上架，搜寻小梅这坨猫。本周的赞助小可爱有爱与光之小胖，得是大男星，我爱冰妹好多年星，超时空金角，安利君可爱的可纯纯，横雨水塔之家，水上扛把子，鱼之国光陛下，吉米徐瑞瑞。只要订阅，别人只要200元，你也可以成为赞助小可爱，唯一不减，还兼表扬。